油麻地果栏建于1913年，百载沧桑。它或者没有爱德华、维多利亚等的欧洲风格，建筑美学不足，只落得一个三级历史建筑的名衔，比隔离的油麻地戏院还要低一级。但是在这里，我们不时见到有社工组织、文化团体组队夜访，对住它单层多栋的石建筑，建筑上的屋顶、屋顶上的牌匾指指点点，看来比城中很多一级古董还要吸引。因为干尸已经太多了，好看的又怎只得一石一瓦。搬运工人赤膊上阵，汗水流过纹身，木头车、手推车互相穿插，档主和顾客有讲有笑。就在城市人睡觉的时候，仍然有这一班人在这里努力营生。政府经常说香港人贵乎拼搏，这些咪就是拼搏精神在暗夜街头的活灵活现咯。这种人气审计处又怎样去计算？